咁樣去噶啦。今朝咧就係我頭先講就話，我哋想講一系列新嘅教導，其實係講緊智慧噶呢啲系列，就話點樣人嘅嗰個理智同埋明白，就話當呢一個咧智慧裏邊係有一啲嘅價值同埋一啲嘅標準噶，咁喺呢啲嘅眼光之下咧，就係即係人嘅睇法；但係喺神嘅眼光之下咧，就完全睇法唔同噶。因為如果我哋嘅智慧係透過人嘅嗰個方式標準，同埋咧同神嘅標準方式去比較，但係最好嘅人點樣去俾智慧我哋咧，就係耶穌基督。就係佢真係佢講嘅説話咧，真係非常之獨特，亦都係咧令人咧真係驚訝嘅。我相信咧就係話咧，佢有一個至高嘅嗰個能力，就係話咧，如果我哋跟隨耶穌嘅人咧，都能夠咧可以咧，OK， 而家有 Cindy 咧就入咗嚟啦。Cindy， 你都可以歡迎你去參與啦嚇，去。打擾我哋，佢話Cindy 話同我哋打招呼，你哋好。任何時候你都可以打擾我哋噶，如果你想分享。耶穌咧就係佢點樣去斷定呢一個智慧嘅定義咧？我諗咧就喺馬太福音咧就七章，耶穌話咧就係讓我講。一個咧有智慧係點嘅咧？一個有智慧嘅人咧，就係話佢聽到我嘅説話就跟住就即刻做。咁有人咧就聽咗神嘅説話就即刻去做，就話咧係耶穌去定義呢啲人啫，就係有智慧嘅人，唔係話咧你嘅嗰、那個有幾多嘅資源或者你嘅嗰、那個即係叫做策略係幾多啦？即係即是说你可能有一套的策略捍卫就很有就是聪明智慧，但耶稣呢就很简单就说听我的说话就跟随我去做的，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其实你不可以就是去只是为去祈祷就得着智慧的，因为你只需要顺服就已经得着智慧的了。你不需要咧，就话要读啊，或者要写啲乜嘢啊，先得着智慧。其实原来好简单，你只系听耶稣讲，然后去做嘅时候咧，就已经可以得着智慧啦。咁喺地上嘅智慧咧，就可能咧人看为咧你都唔系咁有智慧嘅喎。咁你可能你唔需要咧就话哇，祈祷嘅时候识五种语言啊，或者咧由尾数到嚟背倒翻转。背聖經都得，咁樣先叫有智慧。咁即係唔係話你有一啲嘅因為你係出於某個地方啦，或者有一啲某個程度嘅聖潔啊，先至可以咧做一啲有智慧嘅嘢，或者我要做一啲嘅呢啲嘅儀式啊，或者乜嘢啊？其實，但係唔係耶穌咁樣講噶。我哋可以有智慧，就係好簡單，聽到神嘅話就即刻去做。咁我哋要去听清楚耶稣讲啲乜嘢嘅，就话佢呼召我哋，系咁我哋就即系去做咧，你叫做有智慧。嗱，今朝讲嘅嘢咧，今朝我起身嘅时候，我咧就听咗一样嘢，我咧就每朝唔系咁样起身噶。咁咧，我通常我就系话，好多时都好有嘅压力嘅，每日起身就好似好多嘢要做。但系今朝我听到咧，神咧就讲咧，就系创世纪三章，我都未读创世纪三章，成个月都冇读创世纪啦。但系我觉得咧，就系打开呢个圣经啦，吓创世纪三章，嗱你可以打开啦吓，就创世纪三章，由第一去到第七节，嗱我哋一齐读吓。我想咧就系去提醒大家，我哋而家咧讲英文，但系我系翻译啦。咁相信咧就系好多咧即系中国人啦，佢系听即系广东话嘅。咁咧就我都系提醒自己咧，就话要俾啲时间我咧，即系 Teresa 啦去翻译噶，让咧呢啲嘅翻译咧能够去到中国人嘅嗰度嘅耳朵嗰度，我就
嗱，而家咧就係我就會停一停，講一講，停一停。咁然後咧，我都要咧就提醒自己要講慢少少啦。我哋講緊智慧啦。嗱，你睇翻咧《創世記》三章第一節嘅，咁咧就讀到第七節啊。嗱，人耶和華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獸更狡猾。蛇對女人說：上帝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所出的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子中间那棵树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不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嗱，咁神就对咧就亚当夏娃话咧就喂，你可以做乜都得，但系咧就系你做乜都好，只系园中嘅。中間那棵樹的果子你們不可以吃。那呢神呢，你會問為何神要做這樣的事呢？因為 他想人呢有一個呢就說自由意志去選擇，他不想呢就說當他們好像機械人一樣就去控制他們啦。那樣那即有些不好的事發生呢，就是因為人的墮落性和他的背叛性。因為神說你不要這樣做，記不記得呢智慧就說要聽神所說的話，神說什麼你就做什麼。那如果人看为以为神的标准是没有智慧的呢，以为你自己想的东西比神更加有智慧的呢，那你会见到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充斥是什么呢，就是疾病啊，很多一些呢就是分心的东西，还有一些引开我们呢离开神的旨意啦。那是蛇呢就是一个狡猾的、去邀请人类去做这些东西，去要背叛，那样就是进入这个欺哄里面的。然后呢这个女人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好作食物。 OK， 你看看就是说呢是、其实第二段去回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中原子中间的那棵树的果子上帝说是不可以吃的，其实这个女人都知道的。那就是说然后蛇怎样引诱她呢？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那她会知道呢就说呢是你如果吃食了这个果子的话呢，那呢些人呢就好像个眼睛打开了，似乎呢就好像神一样呢就可以，他就说你们就像神一样知道是善恶了。那你可能呢就是你要想想呢就说 一些东西百分之九十都是99%呢都是一些毒药来的，唯一1%呢是一些譬如说是好吃的东西。那呢就是你不要只是看表面的。因为呢你一吃了呢，汗味是好的，那 1%, 1%是汗味好，但是你吃了之后原来99%是毒药。咁咧就耶稣话咧就话我去做嘅嘢咧就是、因为睇我爸爸做啲乜嘢，就系、天上父亲要做啲乜嘢，所以我先做，就系话咧我要按照天上爸爸嘅旨意去做事情。点解要咁样去即系说服你自己咁样做咧？因为如果你唔系咁样做咧，就话咧你只系1%嘅毒药咧，你参与喺里边咧就已经系成件事唔同晒噶啦，系咪啊？阿 Rob 系嘛？我讲得爸爸，我讲得。你听唔听到我讲阿门啊 ？Rock 话，但系啊，我相信每个人都听到你哋嘅，系啊。嗱，第六节咧就系、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好作食物，又悦人的眼目，那树令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了与她一起的丈夫。吃了，他就吃了。嗱，呢一啲咧就系乜嘢嘅智慧咧？佢第六节话能使人有智慧，咁呢个系人嘅智慧，系咪？咁咧就系话人咧就系话觉得人想系得着智慧，人系不停求智慧，咁咧食咗之后佢哋嘅就可以使人有智慧。咁呢啲系乜嘢嘅智慧？就话系喺神以外嘅智慧。跟住佢咧，呢个夏娃咧就攞咗呢个果子咧就食咗啦，又俾咧就系佢嘅丈夫即系亚当食咗啦。佢哋食咗之后咧，
嗱，你睇下咧，婚姻就係咁噶啦，嚇，佢哋兩個人嘅眼睛就開了。嗱，所以咧喺婚姻裏邊咧，女人咧你唔好低估佢嘅能力。嗱，我哋知道男人有權柄，但係你從來唔好低估咧女人幾咁有能力噶，因為可以產生好大嘅影響噶。咁咧就係、女人男人好多時咧佢哋即係好沉悶啊，亦都係好蠢嘅。但係女人咧就可以係好有聰明智慧嘅。咁但係咧記得我哋去順服咧係神嘅。呢一啲咧就係人嘅智慧好危險嘅。當就係佢哋食咗之後，又俾個老公食啦，夏娃。佢食咗之後咧，佢哋兩人嘅眼睛就開啦，知道咧自己赤身露體，就編織無花果樹嘅葉子為自己做裙子，基本上就係遮醜啦。咁佢哋之前都係咧冇衫著噶啦，都係赤身露體，但係佢哋唔覺得羞恥啊，佢哋好有信心嘅，唔係嘗試話揾嘢咧遮住自己身體嘅。但係當佢哋食咗呢一個咧係智慧，係嚟自世界嘅智慧嘅果子嘅時候咧，咁然後咧就係開始佢哋睇到咧就係，因為當佢哋咧就係赤身裸體嘅時候咧，佢哋做唔到啲乜嘢，然後佢哋咧就要揾一啲咧無花果嘅葉子咧去遮醜啦。咁因為佢哋覺得咧就係好聰明啊，仲係覺得自己好聰明，因為咧佢哋而家捉緊呢盤棋咧就係話咧係好啱啊，因為每一步都係按照一啲聰明嘅智慧去做啊。咁就係嗰刻佢哋嘗試去咁樣去有智慧嘅時候咧，其實成件事咧都行唔通噶。所以成個系列咧係講緊就話點樣係行喺咧呢個神嘅智慧當中，唔係行喺人嘅智慧當中，唔係嘗試行喺咧就話嗰啲嘅理念就話哦冇神嘅即係以外喺神以外，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嗱，你覺得點咧？阿 Cindy 同埋咧爸爸媽媽，佢哋話好。非常之好。Great. Okay, so what I want to do is I want to turn to 1 Corinthians 2. Okay, 而家睇緊咧哥林多前書嘅二章啦嚇。嗱，你哋自己都打開聖經啦。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前書第二章。Okay. 哥林多前書嘅二章一至五節。Okay.一至五節，跟住就十二節，跟住十二節嘅去到，咁我就 show 出嚟先，我就彈去個群組。嗱，呢一度咧就是、保羅咧對住咧就係、是、哥林多嘅教會啦，咁咧就係、是、佢一個偉大嘅嗰、那個即係呢個使徒啦，咁佢係，咁佢寫咗咧就係、是、四分三嘅新約嘅書卷噶。嗱，好似係即係保羅寫好多嘢咧，可能唔係咁容易明啦。咁就係佢真係打開咗咧，就恩典嘅嗰個咧，就係呢一個嘅啟示啊。咁咧，你去多謝保羅啦嚇。咁佢寫俾教會噶，佢點講咧？就話弟兄們，佢話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即係保羅啦，去佢哋嗰度，並沒有用高言大志對你們宣講上帝的奧秘，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我在你們那裡時，又軟弱又懼怕，又戰戰兢兢。跟住佢咧就話咧，我你咧就係、是、我説嘅話講嘅道，唔係用委婉智慧嘅言語，而係以聖靈嘅大能嚟證明，為要使你們的信不靠著人嘅智慧，而是靠著上帝的大能嘅。嗱，喺另外一本書佢有講咧，就話佢係一個咧就係好嚴謹嘅一個猶太人啊，佢全部嘅嗰個咧就係律法都守曬啦，佢係即係導師中嘅導師啊，嚇佢咧係律法中守律法嘅最高者，佢係即係佢係寫呢一個嘅即係寫書信咧，就係俾呢一啲嘅即係信徒啊，係當時嘅信徒啦，咁佢咧就係、是。所有呢一啲咧，佢話所有呢啲嘅之前所做嘅守律法嘅嘢啦，肉體啊、去割禮啊等等嘅嘢咧，佢看為是糞土嘅。
所有他能够守到的律法的事，他做到的事呢，甚至乎他的策略，他说呢已经败低了，捍卫粪土了，因为他看基督，见到耶稣基督的大能，见到耶稣基督是可以做到什么呢，他已经不记得了其他的事了。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好像 Rob 说加一些额外的事，就是在这个十字架那里，是因为十字架已经成就的事，譬如是然后一加上这个十字架已经成就的事，等于你以为可得着的结果。但是你譬如说你想想呢，就是这整张台神都是创造这张台的，他创造这张台，他令到你可以装这张台。就是可能在这个圣诞节里面呢，你做很多的好好吃的食物啦，你要明白呢整件事呢，就是由哪个开始，是神开始，也是神去结束的。以后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得着这些已经创造了给我们的，我们只是要去回应神就可以了。所以呢，保罗呢就捍卫他以前所做的一切粪土啦，他看基督为至高的智慧。十二节呢，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而是从上帝的来的灵，会使我们知道上帝把恩赐赏赐给我们的事。你看到呢，就说呢你的信心不是靠着人的那个能力，是靠着神的能力。他不是来到呢就说去带着一些高言大志的，他不是关乎你是属性，或者你就是靠那些叫做理性逻辑性的那个呢争拗去赢得人的心，去得着基督的。保罗不是这样做，就是他就是将而神呢真正呢怎样去跟人一个接触。那即系话咧，有阵我喺度谂咧，就话系呢一啲呢一啲嘅，譬如话有一个咧，就系佢哋点解呢啲人咧咁容易吸引其他人咧？我睇到有啲人咧，佢哋真系好谦卑，佢唔需要咧就系、是、有啲咩特别嘅嘢就已经好吸引人嘅，因为佢哋讲嘅说话咧真系好有智慧啦，佢可以咧吸引人去到佢哋面前。但是呢，这些人呢只是去完全是只是人的智慧，而呢吸引了人呢都不是去了神的智慧那里，依然可以呢跟呢、就是、这个神呢是分隔的。那我想呢、就是、再强调呢，就是我的信息呢不是讲一些就是说是只是一些用高言大志去宣讲神的那个呢奥秘、okay? 而是呢真的呢是以是圣灵的大能来证明的，而是呢不是靠着世界的智慧，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而他十二节呢有讲就是说呢，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而是从上帝来的灵，为使我们知道上帝把恩赐赏给我们的事。这个呢就说呢，这个就是神呢给我们的爱，为我们牺牲，甚至乎神呢让他的儿子耶稣呢要为我们钉十字架，舍命了啦，让我们呢就可以得着呢这个来自上帝的个智慧的，将我们带入这个明白当中的，是靠着这个十字架。如果不是因为靠着十字架，我们做些什么呢？其实都做不到些什么的。然后他说了，你呢就是说我们也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你去鼓励你呢看哥林多前书第二节，你真的要整本书看完它，你然后去默想啦，我们将是会将会讲几篇呢有关哥林多前书的章节，然后再讲罗马书啦。咁我将会呢就係、是、即係礼拜日呢可能会有一啲嘅时间去解释少少啦。咁然后呢你可以透过呢星期日呢晏昼呢用啲时间呢就去睇一睇圣经同埋默想啦祈祷啦。
咁咧就係、是，你會睇到咧，就話咧，有陣時你去睇呢啲經文嘅時候咧，係由淺嘅慢慢去入到深。有陣時神咧就叮一聲咧，就會叮醒你噶。你會睇到咧更加深嘅層次嘅意思嘅。嗱，你就係當你讀呢啲聖經咧，我就係希望你哋真係會讀哥林多前書嘅二章，就話咧就係聖靈咧會帶領我哋去咧就係去檢視我哋最深深處裏邊嘅事情噶。所以呢一啲嘅奧秘嚇，呢啲嘅人心裏邊嘅嘢，佢都睇到噶。有陣時咧就話去。你可以咧就喺你嘅灵里边咧会得着一啲嘅启示啦，然后咧就透过呢啲圣灵嘅启示咧去弹出嚟啦，然后你会睇翻咧就哥林多前书嘅二章咧，你读咗之后你就明白我讲啲咩。嗱，讲翻咧，嗱，保罗咧就话咧，即系佢嚟去展示咧圣灵嘅能力，所以你嘅信息唔系咧就依靠人嘅智慧，而系咧真系可以安息喺依靠咧就系神嘅嗰个智慧噶。系讲紧啲咩？就话啦，呢个信心嘅启示咧，就系话你神咧启示俾你，你点样去回应咧？就系你要安息。有個安息，就係嗱呢一個咧就係有，譬如舊約裏邊咧，就係喺新約裏邊嘅安息嚇。嗱，去點樣去？如果你要靠舊約咧，就話你要做一啲嘢而係成就啲嘢，但喺新約裏邊，你唔係靠你做啲乜嘢去成就啲乜嘢嘅，所以好多嘢都係依靠呢個行信心嘅路去成就噶，依靠咧十字架，依靠耶穌噶。是没有东西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的位份或我们的定位不是就是依靠神的，那如果你额外的东西就去提供一些的能力给你这些机器有能力的，那你想想你的飞机当是你那些翼、那如果是靠这个 engine 去一个推动然后就飞上空，你可能会说这一些的翼它没有呢就提供一些的就摩擦力你可能是百分之一百是对，但是你不要说呢就在地下的时候呢这一些翼是没有摩擦力没有能力不要以为他们什么都做不到，同样的那个呢就是说翼同样的位置当有能力充满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整个飞机怎样去飞上空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整个呢飞机的目的呢就是它有能力供应给它的时候呢，就好像基督徒那样呢，就是他们呢就将很多东西呢条件化了，就是摆一个的状态，就说在这个圣灵的能力里面呢，它不会呢使用呢人的那个的策略或者人的智慧，他们呢就是他说当他们使用人的策略使用人的智慧使用宗教化的策略的时候呢同样呢都是一个位置都是提升，但是那些不是依靠人的策略的人呢他同样都是同一个位置是依靠神的能力的时候他们提升呢他们可以呢就是进入这个呢是安歇或者是安息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安静下来啦，你可以休息啦，但是你一样起飞的，因为你依靠神的能力。那呢就是说呢神呢有很多的他的好的那个是质素啦，就是当我是去讲到或者是去密祷的时候啦，密事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啦，那其实呢你不可以加任何的东西就加在这个十字架之上，那你呢就是要是单单依靠神的能力去呢产生一些的结果的，你是如果你靠你自己的方式呢你就不是信心了，信心呢就是说你是离开你就是说不是单单靠不是就是靠你自己的能力，你说呢就是跟神说我是顺服于你，就算在这一张台里面我可以做很多事，我可以玩一些宗教化的游戏，我可以呢读圣经，我可以呢就是做很多一些的对我的邻居很好啦，你可以做很多这些加添这些东西，
但是你只是靠人的智慧去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呢，你是远离了神的智慧的时候呢，那你要就是那个你可以知道那个结果是很不同，就是呢神给我们的智慧是白白的，不是呢是有条件性的。Cindy， 爸爸妈妈，我讲得点啊 ？OK 吗？佢话好清晰。我相信你有101%件事想加上嚟嘅。Rob 话咧，阿 Sean 所讲嘢咧好清晰。嗱，我再讲多一样嘢啦。有一个咧就系话咧，系每个人咧都会有一啲嘅表现嘅压力啦，即系可能你嘅父母啦吓，咁咧就希望你可以揾到一个咧就系揾份好嘅工咧，赚好多钱啦。咁你老婆可能对一个老公有期待啦，咁你系一个咧就系话带领小组嘅领袖，你话哎呢个礼拜又要读圣经啦。无论你系边个嘅角色咧，所有人都有唔同嘅压力会临到嘅。我哋可以选择咧就话咧停留喺同呢个人去神听神讲啲咩说话。咁可能就算你所做嘅嘢咧，就係同你平時做嘅嘢咧，就好唔同都好啦。有一啲咧就係人嘅智慧咧，就係超越咧地上嘅智慧。但我哋咧好多人都係咧係約束受呢一個受制於咧地上嘅智慧嘅人士。而問題就話，如果我哋靠自己嘅智慧，咁如果係神俾我哋嘅智慧咧？嗱，我哋咧就係譬如話，嗱，我哋咧就係話去創造一啲嘢咧，我哋可以咧就係有操控力啦。但係可能五年、十年、四十年後咧，就係嗰啲嘢就已經消失噶啦，因為就算我哋嘅身體都會消失啦。但係咧就係呢個應許，就話你如果靠自己嘅表現咧。就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你所結出的一些的產生的結果呢，就沒有保證的。而恩典呢，就是很多東西，其中恩典的一個組成部分呢，就是神已經是付上代價，還有祂已經保存了祂的應許在你的生命裡面的。為什麼亞當他可以呢就是休息呢？就是因為呢就是伯拉罕都可以呢就是跟神一起立約，那呢他也都可以呢就是安息呢，就是休息呢，那就是因為就是神將他進入這個安息休息的狀態，然後那些東西才會結果出來。例如亞當他就是休息的時候睡覺的時候呢，就是神就拿了个肋骨做了个夏娃出来了。那就是当你是进入这个的信心，那就会有一个保证的，这个合在约里面有一个保证的。但如果你在这个呢就是信心以外呢，就是你得罪的结果呢就没有一个保证了。譬如说你可以有一个好的关系，或者一个好好的工作啦，或者你的熟龄的程度啦，无论很多东西你都是追赶紧，或者如果用你自己的能力去追赶呢，那其实呢你是没有保证的。但如果你呢安息在呢就神的大能里面呢，那恩典临到的时候呢，那那些的所出的结果就是一个恩典的结果，就是有保证的。你看回罗马书四章，就是第十六节。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六節，他很喜歡讀呢就是國際的新國際版，因為他說他可以很自由地上網找到，也都是看的激情版，那你們都可以下載這樣。你看回羅馬書四章第十六十七節，所以人作後嗣是出於信，因此就屬乎恩，以致應許保證歸給所有的後嗣，不但歸給那屬於律法的，也歸給那效法。就話當你咧就係喺呢一個信心裏邊運作咧，就話係唔係靠你自己嘅能力、你個明白，唔係靠你嘅智慧啦。即係神話咧就係話人係即係話咧要因此係就悔，因此嗱，因為人後嗣是出於信啊嘛。因此就屬乎恩典，以致應許保證
可以保证归给所有的后嗣，不但归给那属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嗱，喺呢个信心里边咧，就系你唔会就系话咧佢有损失嘅，但系如果喺呢个咧信心以外嘅嘢咧，你就保证唔到噶啦，你系会失去咗呢个保证噶啦。当我初初来香港的时候，有两个人跟我发预言，跟着他就说，喂，你要娶就是 Rob 的女儿 Bonnie。 当时我就很生气，因为我来香港，我不是就为了 Rob 的女儿，我只不过是来去，我来到不是说想着结婚的，我想着就是去服侍神的啫，去在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的。当时我很当我来到之后呢，我就见到 Bonnie， 他说可能见到 Bonnie 说也不是那么差啫，这个先知性的预言。跟着我知道呢，全世界有很多的男人都对 Bonnie 可能都有兴趣了。我相信因为他是 Rob 的女儿，还有他又懂音乐，他又美丽。那就是其实呢，就我不是因为我是就算周围飞，我都不是为了 Bonnie 去飞来这里。跟着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跟着我就祈祷了。他说我觉得这个女仔挺好啊，我都喜欢她。咁我希望咧就係話係一個自然嘅選擇啦，唔係因為佢係牧師嘅女啦。咁或者我同佢咧就係拍拖啦，嘗試約佢出去啦。咁咧就係當時有玩過嘅遊戲噶，我就有一個催逼感咧要去玩呢一個遊戲嘅。跟住咧就係我就同神講啦，佢話如果你想我玩这个游戏呢，我不想用我自己的方法，我就祈祷了。如果这个是你的应许，你特登去计划的，你去显示给我知道呢，我都需要去回应的，我都要做一些事的，但我不想靠我自己那个智慧的和理解去做一些事。就是这样，我就在这里行緊喺西貢行啦，我就喺個河邊嗰度行嘅時候咧，咁啊神俾我睇到咧就話呢個你係咪你咧？咁你咧就係去釋放我咧，就係我已經係成熟噶啦，我可以咧就係去做一啲嘢啦，但係我唔想靠自己去製造啲嘢。當我咧就祈完禱咧，就喺角落的时候呢，我就见到 Bonnie 呢就跟他的朋友呢就在角落海边的角落倾偈。跟着我就跟他讲，就是我自己的心里面呢，他说呢，就是我就心里面就跟自己讲，哦，神啊，你呢就是有些东西特登安排了。那呢就是我不会呢就说呢好我看到呢就有男士呢嘗試呢就发信息给 Bonnie 啦，邀请他出去呢喝咖啡啦，我亦都不会感觉到好嫉妒的。但我就说，哎呀，如果我只是呢安息在神给我的信心里面呢，我就可以呢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我不想用人的方式呢去参与去或者制造些出来，因为呢会好一团糟的。咁因为呢就是我冇尝试去产生一啲嘅结果，唔係靠我自己嘅智慧去做。其实我就係都算係叫做有听咗神嘅说话之后就按照佢嘅说话去做，呢个叫做智慧啦，我就按照佢呢个方式去做。咁呢个有好多时你睇緊呢就话呢个世界嘅财富啲人呢，他做的方法就说，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就是，但是当时我就是知道神没有这样叫我，我就不这样做。很多时候就说神就是会给你一个途径，去怎样得着这个应许，或者神给你就是看到一个医治透过启示。就是你不需要就说，我要制造医治。其实呢就是，你不可以制造任何东西的，就是因为神去制造出来的，是神去带你走这个过程，透过一个启示。但如果你呢就去告诉神，写给神知，喂，这件事要这样做才行的，这样呢就是说呢
这个呢是最差的一个事情的。如果你尝试呢就用自己的方式呢去做呢，你将会失去了你自己的那个呢是、方即是神给你的结果的。就是十二年前呢，我是听恩典的那个信息，就是当时 Rob 在讲到啦，我开始呢就得着一些启示啦，那我回到教会啦，跟住呢我就见到一些东西，就透过呢就是说、见到即是恩典之下的启示，就说神的大能怎样运行紧啦，然后呢我就尝试在香港甚至乎在西贡或者旺角呢试过几件事，是讲紧呢医治，但是呢做不到，我就好挫败啦当时。咁咧，我就话，咦啊 ，Rob 都讲到好清楚咯，呢个教导。咁咧就系神咧就，我就觉得神系呼召我要嚟到香港。咁神咧就同我讲咧，就话就算你未试过去医治任何一个人，你会唔会依然跟住我咧？跟随我咧？跟住我就同神讲啊，我系听你嘅话语咧，按照你话语去做噶喎。咁咧神咧就再问我啦，你会唔会跟我啊 ，Sean？ 依然跟随我？嗱，跟住我咧就同神讲咧，就话你嘅应许就系比任何事情咧更加重要嘅，即系话如果我唔能够咧跟随你咧，我唔能够咧产生任何嘅结果噶。我即系我知道咧，如果我系即系靠意外而产生一啲嘅结果咧，即系我有一日都要咧耗尽噶，即系我会好攰噶。我系讲紧咧就话谦卑同埋咧我哋嘅位置定位。我就跟神说，我想就是走在你给我的步伐当中的，我不想靠我自己的能力，我不想加任何额外的东西在你的十字架之上，然后至少我不会有压力要去表现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很多时候、你要见到神迹奇事就不是靠你自己压力，压流满面，压即系面流，即系流晒汗，咁样先至做出嚟噶。跟住我就可能或者邀请Cindy 啊、Rob、Glenda 去回应啊。佢话咧 ，Sean， 我真系好多谢你头先嘅分享啦。我就系、是、被提醒咧，就当你讲一啲嘅经文，我相信咧就保罗对咧就提摩太讲咧，就话咧你要为咧信心去征战啦。啲人咧就觉得咧就话你要打一场好嘅仗，就系、是、一啲嘅行动。你以为咧即系你要做一啲嘢嘅，但我觉得咧就系、是、事实上咧就唔系。咁当然咧，我哋要继续咧就保存停留喺神嘅信心，同埋保存停留喺神嘅嗰个咧就是、平安当中。任何嘅嚟自自然界嘅攻击吓，即、啊、系、就是、你要明白咧，就话其实喺超自然里边咧，神俾你嘅已经成就咗噶啦。而咧就系、是、我哋有阵时候我哋嘅回应。我哋咧就以為咧就靠人嘅智慧咧去解決一啲自然界嘅事情，咁咧就係、是、哦佢話冇電嗱點都好咧，就我想鼓勵啲人咧就話呢一個信心嘅爭戰咧就係、是、一個咧就好平安同埋一個好正面嘅啊，你唔係咧一個回應者，你唔係一個行動者，而係你係回應停留喺神嘅嗰個咧安歇。佢嘅安息當中噶，咁呢一個咧就喺得力在乎平靜安穩嚇、去得著能力，就喺嗰度咧就喺、是、呢個恩典嘅地方去爭戰噶。係啊，冇錯啦，嗱、这、呢個就我太太啦，講得好好。啊，我 OK 啦，呢、这個係。哇！佢哋扯到個耳機線。佢話你可以咧剝咗個耳機線講嘢都得嘅。聽唔聽到我講嘢？聽到啊，我聽到啊，我聽到佢講嘢。唔知道鏡頭前面嘅聽眾聽唔聽到啊？可唔可以听到啊？听得好清楚。嗱，呢度好清晰嘅系嘛？听得 ，OK。
Sean 咧就係我想講咧，就話當我哋初初見到你嘅時候咧，我即刻已經係中意你啦。我已經同 Glenda 講，我話呢個，我話喂呢個男人應該係咧就係阿 Bonnie 嘅老公啊。咁你睇下神係點樣聯繫我哋嘅心走埋一齊啦嚇，真係好奇妙。你睇咧就係話即係呢個哥林多前書嘅三章。就話咧，呢一個咧就係世界嘅智慧。嗱，呢一個咧就話咧係神嘅智慧喺人裏邊咧，看為咧愚蠢啦。呢度講就好似咧，即係話俾阿伯拉罕講，就話喂，你去。亞伯拉罕，你同咧夏甲咧就去產生更加多嘅二十瑪利啦。嗱，亞伯拉罕咧，佢係墮落咗呢一個嘅陷阱。咁佢諗住就係話：，我老婆都冇得生啦，我就用自己嘅方法聽咗佢老婆講，就係同嗰個咧就係仆女仆啦，就夏甲咧，夏甲咧就一齊就懷孕啦。咁就生咗二十瑪利啦。嚇，咁二十瑪利嘅意思就係話，就係代表。製造麻煩者的意思，那這個呢就是神的智慧呢，它是產生了呢就是以撒，以撒呢就是代表呢就是喜笑的意思。那我們可以如果用人的智慧就產生這個呢以實瑪利，以實瑪利是一個很飢渴的一個孩子，那這個呢就是很宗教化的一個人來的，那他呢就是靠人的智慧啦。在这个智慧里面呢有一个呢就是说去属灵的分辨，就不是用一个能力去分辨究竟做啱定错，而是呢就是分辨呢就是说什么是啱或者是只是单单啱的意思，就是说差不多是差不多啱的时候呢其实是错的意思。嗱，呢一個咧就係話撒拉或者夏甲嘅嗰個分別。嗱，看為咧差唔多啱，差唔多啱就係等於錯噶啦，嚇！即係因為佢未去到啱啊嘛。所以咧，我哋喺呢一啲嘅日子咧，就話我哋點樣去敬畏神啦，我哋點樣選擇咧喺神裏邊嘅嗰個嘅智慧啦。而呢一個咧就係哥林多前書二章第七節裏邊講咧，就話咧神嘅嗰個智慧。我哋講嘅係從前隱藏的上帝奧秘嘅智慧，就是上帝喺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著榮耀嘅智慧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有能力嘅智慧，但係下甲式嘅智慧就係冇能力嘅智慧。慢慢講啦嚇。在经文里面呢，我们说就说这些叫做为难，记不记得说荣耀，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得着一些倍增的荣耀，神呢选择就说不要让人是靠这个世界的智慧去运行，只是单单靠这个即神的国度的智慧去运行的。当即是亚当夏娃呢，他们是当你继续看呢，就是说创世纪的三章的时候呢，那呢就是怎样呢，就是说神怎样踢他们出了这个呢，就是即是伊甸园，然后带这个呢就是基路伯的天使呢在门那里呢就把守的，那又有火啦，因为人呢是吃了呢是违背了神，吃了呢就是园中那棵树的果子啦。咁因為得著人嘅智慧啦，靠著人嘅智慧啦，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基路伯嘅天使同埋呢個火咧，要保護呢個伊甸園噶，即係要同咧人嘅智慧分隔噶。然後你睇翻就係耶穌有講，佢話咧，如果你有耳嘅當聽，即係聽就係神嘅靈點樣同我哋講説話。嗱，我嗱，呢一個咧就話嗰啲咧係戰勝嗰啲，嗱嗰啲就嗱嗰啲咧能夠咧就話好多基督徒
他们听到呢就说战胜这个字呢，他们觉得他们不配得，他们去回呢就说差不多啱的方式就等于错的方式，就是人的方式，他尝试去呢战胜。看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16:32，他说你在我里面你可能呢就是有平安，但是这个世界呢就是呢有这个呢纷争的，有患难的，因为呢但是你在我里面呢你会得着平安的。而这个呢就是说呢为难了。同埋屬於呢個世代，呢個世界嘅智慧，唔能夠咧。嗱，所有呢啲嘢咧，唔係靠我哋嘅能力去戰勝啊！呢個世界嘅智慧，而係靠著呢個信心去戰勝呢個世界嘅智慧。你睇翻咧，就係約翰福音嘅約翰福音十章，羅馬書十章。罗马书十章，跟住咧就系17嘅吓。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佢就嗱呢个好重要噶。可见咧，信道是从听道来，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系啦，咁咧就系嗱呢个信心点嚟嘅咧？信心咧系信道系从听道而嚟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嚟的。嗱呢个信心咧。就不會來到，因為我們嘗試去得著一些的，那好，個問題，我們就是嘗試，很多基督徒呢，嘗試呢，是有得著信心，我們不需要嘗試得著信心的，而這個信心呢，是出於神，而是讓我們呢，有直接的通道去到神的面前的，信道呢，是免費白白來到的，是透過聽道而來的。嗱，呢一個信道係從呢一個聽道嚟的，唔係話好多年前聽嘅先得著，唔係，而係咧信道咧係從呢一個咧就係話過往啦、現在啦，同埋嚟緊不斷嘅聽道而嚟噶。而呢一個咧好清晰就講翻就話，嗱呢個係信心係從聽道而嚟嘅，聽道係從基督的話嚟的，就係從神嘅説話而嚟的。但因为人呢不是所有呢就是，但我要问人没有听见吗？当然听见了。16节，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这个信心是给我们呢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所做的十字架所做的而是可以得胜，所以给我们能够呢就是战胜的。这个呢以赛亚书53:1，凡是那些相信的，是啦，以赛亚书53:1，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嗱，呢一啲咧就系话耶和华，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形，他无佳形美，他无佳形美容使我们注视他，也无美貌使我们仰慕他。他被藐视，他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惩罚，被上帝击苦了。其实呢去到十一节呢就是说
咁因為自己嘅勞苦，他必看見光，就心滿意足。就因為自己的認識，我的義僕使許多人得稱為義，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因此我要使他與偉大的同分，與強盛的軍分掠物，因為他傾倒自己的生命，以至於死，也列在犯罪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為我們的過犯代求。即是說呢，這個呢，就是有一個呢，當，是啊，當這個呢，軍隊贏了呢，就說呢，就是他們就會呢，被重了。為什麼呢？因為很多掳掠的物資他們可以拿了。耶穌呢，只是單單呢，就是空手，就已經是得著這個得勝了，戰勝這個的智慧的世界的智慧，就是因為神的智慧，使到我們全人類呢，都可以呢，得著自由，得著釋放，使到我們呢，就是說去，我們呢，就是欠了呢，神的那個債呢，就是耶穌來到呢，就是跟我們已經抵曬一切嘅債啦，還曬一切嘅債啦，使到我哋可以被重，然後咧可以得著呢啲所有嘅掠物，因為我哋戰勝咗啦嘛，從敵人所上咧攞咗呢啲嘅掠物，所以我哋可以直接咧就係去有通道去到咧天父面前，去到耶穌面前，係啦，我哋咧就可以能夠進入咧呢一個咧無限嘅榮耀，進入呢個蔚藍裏邊。我們真的相信，我們真的相信，我們不需要嘗試得著更多的這個智慧，而是這個就是更多你聽在十架發生什麼事，更多的盡信心你會得著，這個信道是從這個聽道而來的，聽道 是從這個神的那個說話而來的，然後你會越加多的聽到神的道，更多的智慧你會得著了，是不是呢？所以不是说尝试要怎样努力得着更多的信心，你去要听多些道，听多些神的说话。Cindy 在这里讲了，或者我们想想呢，就是我怎样知道如果这个是出于即是神的智慧还是人的智慧，那其实我怎样可以知道呢？因为有时候我们默认了呢，就是人的智慧，因为一出生都是靠人的智慧出世的了，来到这个世界。但是有时候呢，就最兴奋呢，就在第即是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十二节呢，就说我们已经得着这个应许，这个是确保的事情，这个是圣在灵里面的给我们的这个的很确据的事情，就说呢，就是可能你晏啲你都会分享到啦，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而是从上帝来的灵，为使我们知道上帝把恩赐赏给我们的事，就是说这个神已经赏赐了给我们的，就是说是我们领受不是依靠世上的灵，是从神的灵而来啦，就去回呢，就好像Rob 剛才說呢，就說我們呢，就是都要落地，我們都是會在這個地上啦，譬如說呢，就是即譬如看呢，這個彼得後書二看先，彼得的後書第一章咁呢，就是這個已經是神已經給了我們的了，很多人呢，即是他依然呢運行呢，就說他們還是做他們自己做的事，因為他們不明白，他們不明白，不知道，他們只是知道呢，就說是其實呢，不是只是呢，就靠神的話語，而是真的要進入個關係裡面，跟神有個關係呢，得著啟示的。更加，如果你是有時候你去很多的掙扎，就是你說我怎樣才知道有神的個智慧定人的智慧呢，你是不需要去用腦去分析的，就是你真的要聽多些他的說話，當你聽得多的時候呢，那個信心就來，這個信心，那你因為這些是很自由白白呢給著你，你可以白白這樣活出來的，多謝你先啲，讓我呢問你呢三個人啦，即係如果我係聽緊今日
嘅講道啦，即係我可能會覺得有啲壓力咧，即係話我要去係咪嘗試用一啲嘅方法咧去得著嘅結果咧，就某一啲嘅特定嘅結果咧。咁我知道呢個唔係咧，就係神要我去追求嘅嘢。我可能要我自己咁樣追求，所以令到我自己咧好挫敗啦，好憂鬱啦。好不開心啦！我點樣可以咧？就話咧，去離開呢一啲咧，即係人嘅智慧嘅模式，進入咧就係神嘅智慧嘅方式咧。我諗咧，我諗好似咧頭先 Glenda 所講咧，就話我哋要停留喺個信心裏邊啦。你會看到咧，就係信心。當我嘅靈啊，我嘅魂啊 ，sorry， 我嘅魂咧感覺到咧就好空虛啦。我未聽，未去接收神嘅話語嘅時候咧，因為咧即係好似冇即失冇電咁樣啊，即係我要插電啦。咁呢啲電咧係嚟自神嘅能力咧，就係靠咧就係啊呢一個聽神嘅道而嚟嘅呢個信心。更加多，如果我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一些，然后成为一个模式，生活的模式，然后开始呢是我的骄傲呢成为一个挑战性了，然后呢我就是靠我自己进入一个呢就是一个很忍耐的状态。嗱，呢一個要點樣停留喺神嘅安息？就係首先你要去用神嘅話語咧打敗你嘅心態先。哦，你要去接收神嘅話語啦，然後咧你去產生咧呢一個咧就係信心。你唔係嘗試去製造啲信心出嚟啦。你如果當啲人覺得好空虛，你覺得咧真係完全好攰嘅時候咧，我覺得咧就係。你以為咧有啲嘢係入緊嚟，其實你係向下滑波緊嘅。嗱，有陣時我哋嗰個咧就係嗰個油缸係冇油啊，我哋就需要停啦。我哋就唔好覺得我哋好似有啲嘢嘅即係錯誤。我哋唔需要咧就係用一啲宗教嘅方式咧，就話嘗試逼自己製造啲乜嘢出嚟。我哋唔係咧就係。我哋唔好用下夾嘅方式，即係因為神咧喺佢嘅安息裏邊咧，佢可以咧就係去復甦我哋嘅嗰個靈魂啦，俾我哋咧係有能力啦。哥羅西西書三章十五節，就係神嘅平安咧喺我哋嘅心裏邊掌權。如果呢一個平安咧，就冇喺我哋嘅心裏邊掌權咧，就有啲嘢咧就係出錯噶啦。唯一我哋可以咧就係去即係話我哋點樣可以咧就係你要去翻你有嘅平安當中。哥羅西書三章十五節，你們要讓基督所賜的和平，即係平安啦，在你們心裏作主，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你們還要存感謝的心。嗱，我同阿 Bonnie 咧就好瘋癲啊！這個嘅禮拜，我哋就完全冇期待嘅嘢發生咗。咁然後我嘗試去解決一啲嘅問題啦。過去嗰個禮拜，我覺得咧就係好似令到我哋好咧唔憂鬱啦，即係好唔開心啊。禮拜咧，有幾次咧，我哋用幾個鐘，就係我哋就係話去彼此鼓勵啦。就係因為真係好差勁，去改，即係去解決問題啦，同埋做一啲嘅決定啦。咁即係我可以話咧，差唔多我哋同阿 Bonnie 咧嗰個。然後慢慢咧恢復咧，進入翻呢個神嘅平安當中。咁咧我就即係覺得當有平安翻嚟咧，我哋唔需要再用一啲咧就係人嘅壓力去嘗試去哇欺哄嗰個人啊，欺負嗰個人要做一啲乜嘢啊咁樣，或者係熬嗰個人做啲乜嘢咁樣，即係我知道
然后呢我们、知道唯有在神的安息里面才可以得到一个保证。其实呢就是很不容易的进入安息，而是你要去征战进入这个安息里面。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安息就说不是你去产生果子，而是神去产生果子这个、位置里面。那即好似头先 Rob 讲话，就系啱同埋差唔多啱嘅，好同埋差唔多好嘅嗰个状态里边，其实咧即系表面上咧就系话大家看嚟就差唔多咁嘅样，咁咧就系、唯一我哋将会讲就话嚟紧嗰几个礼拜咧就系、我哋咧就话喺即系你会听到神嘅话语咧好清晰，你会将会咧就系、仲有一个方式就话你唔好你要停一停，唔好咧就系、去即系、做决定噶。我哋咧即系有讲就话点样停留喺一个平安当中啦。我是现在突然间醒起啊，提一提咧，恩荣堂有好多咧欺骗啊，就有啲人打电话俾你咧，就话你唔记得咩？你唔记得？佢将你一嚟第一句咧就俾咗压力你啦，就话咧，讲少少一啲嘅真理嘅说话，又俾少少嗰啲咧就系、欺骗嘅说话，嗱你。不要進入那些叫做是虛擬貨幣的、或者有人打電話來去我們很多的欺騙，如果你有得著就是臉書嘗試有人去欺負你，即是他說、真的不要咧，係跟隨呢一啲人啊，俾你壓力，因為不要活喺呢一個壓力之下做啲錯誤嘅決定。就算佢哋知道你個人嘅知識，知道你哋嘅資料，你都不要咧，就係、跟隨佢哋做一個係一個做一啲欺騙嘅跌落一個欺騙嘅一個即係錯誤嘅決定當中啦。嗱，呢一個咧就係當你就係要聽我嘅書，或者你如果聽到呢個講道員話你要買我呢本書，所有你話你一定要買我本書啊，或者點點點啦，其實咧佢要俾壓力你嗱，例如一啲虛擬貨幣都係佢俾壓力你要做一啲嘅決定嘅時候咧。你就不要做了，因为你要去回神的平安当中，就是记住不要在压力之下做任何的决定。那这个呢就是说怎样分辨是人的说话，就是大话的说话，抑或是神的说话呢？因为神呢给你的说话呢永远都是在一个平安里面给你说话的，但是仇敌常常给你的说话都是仇敌给你说话都是在压力之下给你的。神咧俾你嘅说话咧，就系、让你知道啊，你神好爱你啦，你系好安全啦，好有平安噶。咁啊就系、如咧仇敌俾你嘅说话咧，俾你带嚟咧有忙乱，即系好乱晒阵脚啦，好慌忙啦，然后咧就好挫败感啦，就好懵懵整整啦，系咪好冇平安啦，好唔开心啦，好惊啦，或者系？即係好多啲唔係一個平安嘅嗰個狀態。OK， 咁咧就 Cindy 問即係爸爸媽媽，你哋有冇其他嘢？咁如果唔係，我哋就完啦。係啊，我哋講咧就嚟緊呢一個咧，就將會有一個開心嘅聖誕節，因為聖誕節將會咧係禮拜五啦。我同阿 Rob 咧就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聖誕節啦，即係非常之期待能夠。即係下個禮拜日咧，就喺線上再見你哋。我哋有一個聖誕嘅即係派對啦，喺線上噶。我哋希望好快咧，就係面對面可以見面啦。讓神更加愛你哋多啲。我咧就為國際恩榮堂啦祈禱啦，天父咧，我哋多謝咧，國際恩榮堂嘅每個人啦，所有嗰啲咧喺線上聽緊我哋講道嘅人咧，我哋講緊咧就話每一個咧靈魂咧都有平安進入
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就进入的新约里面，让他们就是进入的不是靠人的智慧或者策略的，无论就是不是因为靠身边的人给他的压力，而是真的是停留在你的信心，而是你停留在你的平安，你的那个真正的保证的应许里面。这个世界尝试就是用狡猾的方式去就是销售一些就是说属灵的一些很快捷的那些叫做鸡精班，就让我们不要进入一个压力，就是让无论是产生一些或者财政有关的，或者关系上的，或者是一些属灵上的就是甚至乎是夫妻间也都不是呢就说有些什么啦，咁亦都是让他们之间都得着一些的是神的里面的安那个平安的应许，让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是让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呢，流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呢的爱是彼此流动，是彼此的即是关顾，让我们呢会见到人，见到呢就是人，我们会给他们有人 的价值，给他们甚至乎给空间他们去做错事情，让呢因为爱是遮掩一切的过错，我就是为呢就所有呢就心里面呢就有平安的，是的，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爸爸呢，我们多谢呢就是你这个时候，因为你来到呢给我们能够呢同人类呢修复关系的，你呢给我们呢就能够与你有一个啱的关系，我们祈祷呢就是这个灵，是的，这个呢就是复活的关系，能够呢就是浸泡去呢涌流洪水猛兽咁样在我们的人的关系里面，在家庭，在周遭的人的关系当中涌流出来的。同埋咧，就係就算係有嗰啲矛盾嘅關係都好啦，但係神啊，我哋都係你去幫我哋解決，亦都係讓我哋進入原諒同埋愛嘅關係，同埋復和嘅關係。爸爸，我哋去同意啊，喺呢一個咧，即係話神蹟奇事嘅季節裏邊，我哋咧就係我哋會見到神蹟奇事將要發生，就喺基督裏邊。你將會幫助我哋咧，就係好係啦，我哋好讓我哋感激，就係所有你為我哋喺今年裏邊所做嘅一切嘅事情，特別係你咧差派你嘅兒子啊，為我哋咧釘十字架，係啊，甚至乎你謙卑咧就喺呢個馬槽出世，俾我哋咧即係你釘十架。舍己，让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而这个神迹奇事呢，就是让我们感到是很感激，让我们呢都能够呢就去跟人去分享的时候呢，就很开心去分享耶稣基督你的见证和我们的见证，就是呢我们作为你的门徒，我们跟随你呢是作你的榜样，是让世人都看见耶稣基督。多谢你们啦，多谢你们参与啦，多谢国际音乐堂祝福你们。通常这个即是练的这个时候呢，都很多时候会装饰，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起吃东西，可能有少少呢就忧伤啦，不可以这样做啦。咁就可能同时对于我们来讲就轻松点，不用这么，但我们都很感激你们，多谢你们，我们爱你们，我们希望快点呢可以走在一起。我真的希望呢鼓励你们呢就下星期日呢记得十点半准时呢就是参与这个 Zoom 的崇拜，就让我们都能够面对面啦，喺线上可以有啲嘅接触啦，至少系咪？我哋保持呢个联络，让即系人彼此可以咧就话去发一啲咧就系圣诞节祝贺嘅话语问候语啦。虽然我哋咧就系身体唔能够咧面对面，但系我哋都希望能够镜头上都有啲或者收嘅信息去问候，话喂你点啊？近排你好嘛？即系对于好有啲人嚟讲，真系系好重要噶。多謝你們啦，就是聖誕節快樂，還有呢希望下個禮拜見到你們，祝福你們，拜拜。